April 啊，咁你之前咧就同我講過話，你個肚腩咧就減嚟減去減唔到，生埋兩個小朋友仲好似咧冇曬乎咁樣，係咪？嗱，作為我嘅 blog 嘅忠實讀者咧，我有好嘢就梗益你嘅，所以今日咧我就帶你嚟到呢一度全民中最有效針對呢個問題嘅醫學美容中心，等我同你一齊見證歷史性嘅一刻。好啊，等我都開下眼界先。叫得做專業，由一入門口嗰刻已經感受得到。InSkin 是菲力偉集團成員，專注高科技醫學美容的服務。Hello Winnie，Hello April， 咦，你哋好準時喎、啊！梗係啦，約咗你嘛。多謝曬你哋先。嗱，而家咧，我會先同 April 做一個一對一嘅顧問諮詢先，你哋跟我過嚟呢邊啦。喺開始所有療程之前，我哋會先同客人約見唔同嘅專業人員。所有過程都是單對單地進行，讓我們可以清楚了解你的需要，多些跟我們交流，就可以更好地為你度身訂造屬於你的療程。完成顧問諮詢之後，跟著註冊營養師就會約見你，作進一步的深入了解。註冊營養師會了解客人的健康狀況，分析日常的飲食習慣，還會跟客人一起制定目標，提供健康建議。想瘦得漂亮又瘦得健康，我們更加會建議客人做血液測試，目的就是檢查身體內的膽固醇和血糖，全方位提升健康指數。那怎樣為之最有效的減肥餐單啊？其實呢，餐單一定要是度身訂造的，要根據你自己個人的體質設計才得到最佳的效果，千萬不要盲目去跟啊。明白。完成血液測試之後，註冊醫生會同你詳細分析同埋跟進報告嘅內容，由醫學嘅角度提供最專業嘅健康建議，仲會詳細解釋塑身療程嘅原理、過程同埋成效。Dr. Chan 啊，我想問下咧，係咪所有 treatment 都係安全㗎 ？InSkin 所引入嘅儀器全部都得到美國 FDA 同埋歐盟28個國家嘅安全認證。而直至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的報告去證明接受這些療程會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不需要擔心。那做療程時候的步驟是什麼？做的時候有什麼感覺？還有大概多久才會見效？療程之前，我們會幫客人在適當的位置貼上導電貼和搽上導電啫喱。而在整個過程中來說，客人會有少少暖暖地、熱熱地的感覺，那個感覺是舒服的，有些客人甚至乎可以睡得著覺。而我們的治療師會因應客人的情況，再加上溫度計的協助，會調校適當的溫度以達到最佳的效果。一般來說需要4至6次的療程就可以得到最佳的效果，但這個是因人而異的，有些客人來說會比較快就見到有效果。那做完 treatment 之後有什麼需要注意的？療程之後最好喝多些水，如果可以做少少的運動，效果更加是事半功倍。其實我喜歡 InSkin 的另外一個理由呢，是因為這裡會非常細心地照顧到每一位會員的私隱度，由做 consultation 見醫生到做 treatment 都好，所有過程都是一對一在獨立房間裡面完成，所以大家就可以安心地享受你的專屬療程了。 April， 今天會用一部醫學熱能塑身療法來幫你做肚的，感覺會有少少暖暖地，整個過程大概45分鐘左右，如果過程中你有什麼不舒服，你跟我說。我們現在開始了。好啊，沒問題。醫學熱能塑身療法利用單極射頻的原理，可以針對性擊碎深層脂肪細胞，加上強大的能量透過肌頭，更可以令到皮膚骨膠原重組和增生，達至緊膚的效果。只需要一次30分鐘的療程，已經可以見到顯著的成效。加上醫學熱能塑身療法配合冷凍系統和溫度計，療程就更加有效舒適。阿 Sa， 其實上次我已經試過嗰個醫學熱能塑身療法㗎啦。咁雖然我自己咧就冇咩減啦，不過我一直都好有興趣咧，想試埋咧醫學冰纖療法㗎。你真係識揀啊！咁呢部機咧係我哋 InSkin 獨家引入㗎，感覺效果都相當顯著㗎。真係啊！咁如果係咁，我準備好㗎啦喎，不如嚟啦。OK， 醫學冰纖療法包括 Ice Lipolysis 同 Shockwave 兩大專利技術。Ice lipolysis 是透過冷凍的方法將脂肪細胞結成晶體，再透過淋巴排出，而
shockwave 就透過衝擊波所產生的壓力，黐滅治療部位的脂肪細胞，從而達到擊退橙皮脂肪。只要交替進行醫學冰纖療法和醫學熱能掃身療法，這樣就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其實咧，感覺凍凍地，好似做緊 massage 咁，都幾舒服嘅。咁你都知噶啦，其實我最怕就係做運動嘅，但我手臂咧其實都即係凍咁樣嗰啲。咁所以呢部機咧，我覺得係可以幫我翻翻手臂，唔錯。經過咗幾次 treatment 之後 ，April 個肚腩明顯 firm 咗好多。喂，你真是小了喎！你都是啊，那今個夏天不用拍著小背心啦。剛才做 treatment 嗰陣時咧，淨係覺得個肚暖暖地，之後仲瞓著埋添。到療程師嗌我啊，我先知道做完啊，搞到我鬼死咁唔好意思。咁又唔使，其實今日得你一個 fans 可以嚟試做，我對其他 fans 唔好意思啊，真啊！如果大家都想睇 April 瘦肚腩嘅真實全記錄咧，就記得要 click 入嚟我個 blog 啦。我自己都好期待啊！